那这边的话，这次改版哦，商队认证杰西卡这里，他这边有一个免费重置基础技能点。那第一次是免费的，那我这边是直接先重置了，我这边直接先重置了。那7天才能重置一次，确认重置。OK，那这边会把你所有点过的技能点跟新币都还给你哦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首先，采这个东西，基础技能一定先点满，这个东西先点满，这个东西不要犹豫了，我们就直接点满，不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要点很久。好，点完了70级，再过来。伐木术、挖掘术、采麻术，这个我会建议点到最高阶。这三个技能一定点到最高阶哦，包括未来莱文士要开放了，所以这三个技能一定先点到最高，一定先点到最高。那这边的话，奋力、蓄力砍伐，我先点了，然后自动采集，这个一定要点嘛。那最后是聚精会神。采集的熟练度提升5%。等一下，我先想一下，聚精会神采集熟练度提升5%，这个应该点满吧？熟练度提升好，这个先停一下，没关系。然后再过来，我们先来战斗这边，战斗这边要点的比较多。我们先把那个强生素点满哦。这边是制造，制造这边我会点的比较少啦。这边第一个弹药补给一定要点满，然后篝火跟钥匙我会点。这边的话，捕兽夹点一点就好了。那重点是这一次的料理，这个技能灵光乍现，这个技能点满。那另外的话，水果棒棒糖，这个我先不点，这个我先不点。然后剩下过来制造坚固武器跟厚实盔甲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先点满，因为这两个东西对于你制作出来的武器坚固值提升会差非常非常多。我现在是点最重要的技能而已哦，其他技能我先不点。那修气能手这个技能其实要点，因为武器会常常在修理。我的武器常常在修，所以这个技能不会点。不过我先放着，我们先把那个战斗这边点完。我看还剩多少点，我先把战斗这边先点完。那首先，基础训练，轻型枪械这边四个技能一定先点满。这东西不要犹豫哦，这东西四个技能一定点满，一定点满。那再过来重型枪械这边，这个东西见仁见智。可是因为我长时间会在外面采集的关系，这个技能我会习惯性买。那这边的话，换弹速度不管哦，盲狙这个不管。再过来这个远程武器最远距离提升这个点满。那冷兵器的话。冷兵器的话，这边减免2%伤害，这个第一个先点完。然后这个点完之后，还有哪个额外爆炸伤害减免8%，所以一定要点完。再过来是这个皎洁步伐，一定要点满。好，那剩下的这两个先可以不用点的。那再过来是我们战斗强化这边护甲，这个点起来。然后使用药物的时候，毒条减少，这个点满嘛。降了最弱伤害降低，这个一定要点。那补充弹药，这个其实可以点啊，这个、其实可以点，但是这个我等下犹豫一下，我最后再点，我最后再点。然后回来采集这边，那回来采这边，目前还够嘛？我们先把最近过程这个点起来。然后这边所有技能，我会建议先点一就好了，先点一就好了。至少说你能采到这些附属资源，至少能采到这些附属资源。那秋日其实秋日跟那个沙石这边呢、我会建议点满了。
采矿这两个技能，秋日跟沙石会建议点满。那不过这个没关系，我们之后再点，我们之后再点。那这边的话，这个其实可以不用点。目前快速制作的 CP 值没有那么高。那这边修枪我会先点满，因为这个枪一定会修。甲我目前没有在修，如果有修到甲，我再点这个技能就好了。那拆解这个 8% 额外提升其实没有什么用，因为如果你都是拆解兼顾0的东西，你永远永远只会拿到一个配件，所以这东西这两个技能其实可以不用点的。那家具这里的话，这个技能其实可以点满，就是你放置的建筑物伤害会提升，那这个是挡超加的。CP 值高不高？我觉得个人觉得还好，甚至比修加能手 CP 值还要再低一点，所以这边不点应该也没有差。那所以我这个可以先点满了，充沛补给我可以先点满了。好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剩下点数还蛮多的、欸，我这样配起来，我剩下点数还蛮多的。哎、欸，我是要点锋刃巧手啊！我就是技能可以点的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问一下，水果棒棒糖后面会有开心食谱吗？这点下去后面是会开心食谱？哎、欸，才1000多点啊！哦，有虾王汤跟玉子烧，个十百千万一万四，等一下犹豫一下，等一下玉子烧要不要点啊？等一下，我要点玉子烧，我是要先把这边点满，我需要先把这边点满比较好、欸。白树这边是可以不用点哦，但是可是也不要太浪费技能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可以点满了、啊，这个可以点满，这个不贵啊，这个也不贵，3000多，第四阶20000，第四阶可以先不要点，第四阶20000块比较贵，先留着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再看你们要不要把这边补齐，如果你们有剩余多余的点数，再把这边补齐。白树有两个卡点，等一下，那个你只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这边在录影，我这边先处理完。好，大概这样子。来，我目前配起来的技能点是这样子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把三个采集数挖满，然后这边的话，你们先各点一。那如果你们有多余的技能点，看你们缺哪边的物资会比较缺的话，把这边点满。点满。那这边钓鱼我先不点，因为我目前没有在挂钓鱼。那制造这边的话，前面三个我不点了，建筑系列我也都不点了。那我这边只点坚固武器、厚实护甲跟修气能手，还有这边的被动技能点满。那这边的烹饪巧手可以点满，这边的话烹饪巧手可以点满，没有问题。那战斗这边的话，冷兵器、轻型枪械点满。那重型枪械的话，我目前只点基础求生跟超远射程。冷兵器的话，只要点基础格挡跟矫捷步伐就好。战斗强化这边全部点满。那投掷物目前我不打算点，目前配点大概就这样子。